是 Eric， 同方是漢榮，第一局可以開始啦。這個手是停不到他的頭，是這裡扣一分，那裡扣，不是這裡，這邊扣一分，這邊半分，其實半分四點五，這裡扣一分，好，是你中先看 OK， 但你有打到他手的手，好，第二局可以開始了，康榮有應承，好，打中了 Eric 先，是啦，三分，第三局可以開始了，哇！真殺切切，好，第四局可以開始啦。邊個出界？康榮出界。康榮跌街。第五局可以開始啦。我康榮跌咗街，睇到佢跌咗個街，俾你嚇死咗。係你未撞埋佢，佢先跌落街。零分，真是犀利！你竟然是用零分嚟赢嘅，我都唔知讲咩好。第一局史上。